在全黑的佛像里面，你会发现它就好像一个小宇宙一样，它也是暗示，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明亮的东西来指引。佛法的意思就是说，让大家觉悟，从无明当中醒来，从梦当中醒来。我是姚瑞宗，主要在透过各式的艺术创作进行人生的思考，还有不断的在反省各种状态，人生的啊，或是历史的啊，或是命运的状态。